走，快点。邓永年，你是个叛徒，你居然出卖自己的同志，你会受到惩罚的。郝明君，这个女人你认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当然认识，她是我爹的义女秋菊。很好，有你的指认最好。你就是地下抗日组织的成员秋雪，对吗？你好，秋雪小姐，我们已经找你很久了，你我又见面了。带走。哎，走，快点走。何一军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你怎么可以走？严嵩军一直在等你，他会和你一起看完这出戏。请吧。老赵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找你一整天。我刚来这儿不久，对咱们这儿的村户不是很熟悉。这不，一有时间我就到附近几家走访一下，了解一些基本情况。嗯，哎，韩队长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嗨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一是崔宝成同志找你，说是给你送书来了，你不在，我就帮你收了，一会儿到屋里去拿。啊。二呢，总部首长来咱这儿开会的日子临近了，为了首长们的安全。边保工作组的同志已经到了，要对我们这里所有人进行一次政审。这两天呢，你不要跑得太远，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老赵啊，你怎么找崔宝成教你政治理论？他只是个连长，这种事情，你应该找他们指导员呢。我不是跟崔宝成同志合作，相对比较熟悉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学习政治理论应该找指导员。不错啊。啊。走了。哎哎，将军阁下，我们抓住了秋雪。很好。秋雪是地下抗日组织的重要领导人，只要撬开她的嘴巴，也许我们就能抓住尖刀。听说于浩明也参加了这次行动。我想借这次机会对他进行考察。有结果吗？他表面很冷静，很沉着，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其实很紧张，想在掩饰什么。秋雪见到了于浩明有何反应？他很冷淡，看不出任何破绽。要好好利用这个秋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他身上背着我国军600多号弟兄的性命，一个叛徒的危害远比鬼子更可怕。我张铁成只要活着一天，我就要找到他，我要杀了他，为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弟兄们报仇。没有人不让你报仇，可是你要分清事件的轻重吧。什么轻什么重啊？你们八路军首长的命重要，难道我弟兄们的命就不重要吗？你这是抬杠，是没有原则性。我张铁成的原则是杀鬼子，我绝不含糊。但有仇不报非君子。那还有句话呢，叫君子报仇，时间不晚呢。你别跟我扯这些。我没说不帮你，但一定要先找到我要找的人。那你要是死了，我这黄花菜都凉了。那你就找别人去，还找我这个死人干什么？我看你就是死人一个。没有你，我一样能行。你去，就你这德行，跑不出几步就被鬼子抓回战俘营里了。你到那儿去报信吧，我用不着你管。你去报你的仇啊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。
精神处于高度紧张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人会不经意地露出破绽。岩松四郎等的就是这一刻，他相信秋雪不会屈服，而这是令他最为揪心的，因为一旦日军从他的口中得不到情报，很快会将他杀害，那他将无法面对自己和年迈的父母。请问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刚跟老师汇报过，老师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，让你帮我。我能帮你什么忙？郝明君，如果有一天你我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会怎么办？你预感到这一天会到来了？你的幽默用的不是地方，你的假设好像也不是很恰当。跟我一起审讯秋雪。你应该知道我跟他的关系，我应该回避才对。你必须参加，这是老师的意思，川岛将军要你一直参加这个案子，肃清地下抗日组织，直到抓到那个代号叫尖刀的地下党。抓住尖刀，很遗憾我没那个本事。我可听说你们五名日军军官都倒在他的枪口下，何况是我。四个枪手要暗杀你，不是也被你轻松地击退了吗？你很了不起啊。你能不能派人通知一下百合？我怕他为我担心。百合的事你不用操心。哎，老乡你好。哼。哎。你抓特务要讲究方法，不要搞得人心惶惶，看谁都像特务，难怪乡亲们都躲着你。嗯，我这都是为了首长安全嘛。首长要知道你这样做是不会赞成的。这也没办法。啊，就要彻底检查，不然啊肯定会有坏人在暗中躲藏。现在抓的这个一直说自己是好人，没查出什么问题来，而且说要将我们上告首长，说是在诬陷他。那就让他告去，我看见了首长他能说什么，再去审审他。嗯嗯。秋雪小姐，听说你去过太原，向那里的地下党送去过情报，接触过尖刀，告诉我这个代号叫尖刀的人到底是谁？我知道，你们中国人对我们怀有敌意，认为我们是侵略者，但这是误会。我们进入中国是要拯救你们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只要你们不反抗，我们是不会杀人的。我也希望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。反抗是没有用的，只能激起相互间的仇恨，造成双方更大的伤亡。合作才是出路。怎么样？你还是好好劝劝他吧。说，你要是不说，这里所有的刑具都伺候你。住嘴！我又没让你张口。郝明君，我请你来不是让你来看戏的。我是新民会会长于浩明，也是你的家人。尽管你们不接纳我，但这是事实。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
交代你的问题，不然的话你会很受罪的。一个女人没这个必要。再试试。不要再扛，没人能扛得过去的。说吧，我们会替你保密的。想不到她的骨头还挺硬，了不起的女人。看他坚持不了多久。郝明君，你说呢？我很佩服他，你的妹妹比你有骨气。样子你很痛苦是吗？不忍心啊？是。为什么？他是地下党。如果他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你能忍心吗？你清楚他现在的身份。我想告诫你，你的言论对你不利。一次亲身实践的经历，抵得上上百次的告诫。如果只是因为这个，抓我吧。太君，你看他，他太没礼貌了，他啊，说走就走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你也给我滚出去。哎，打，继续给我打，哎，直到张口为止。什么进展？我用尽了各种办法，她就是不招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呐。我会让她招的。于浩明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很可疑。有时候我也怀疑他就是奸刀，但是从感情上我真希望他不是。毕竟他曾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又是百合的丈夫。百合和他生活了好几年，难道就没摸清他的底细？这一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是最低的，何况他是那么的爱她。回来了。他们没把秋雪怎么样吧？你知道了？我去找过你，严嵩君告诉我说他被抓起来了。是，当时我也在场。他们会把他怎么样？会伤害他吗？那不是伤害，是酷刑。百合，我不能昧着良心假装冷血无情，看着自己的亲人在一次次的摧残中哭嚎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浩明，你的样子让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我也是地下党？不是，我害怕我会失去你。对不起，百合，
我不想伤害你，但是我今天真的很难受。不，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看住他，是我的错。别这样说，这跟你没关系，我们真的无能为力。我去求叔叔吧，求叔叔放过他。不，你不能去，不要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可前些天他还在这儿，以后有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难过。浩明，我们真的不能帮帮他吗？在这里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，而帮助他们唯一的途径就是赶走侵略者。我根本帮不了他。别装神弄鬼的了。你没事吧？伤口还疼吗？用不着你关心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报你的仇去啊！我弄了点红薯，吃点吧。我饿不死。韩队长，出事了！我们在村外隐蔽处发现边堡那两位同志的尸体。什么？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哎，老赵，你就别去了，赶紧查查周边有没有什么可疑分子出入。是，走。是。大老爷们心眼怎么那么小？至于吗？哼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不会抛弃你的。哼，我心眼小着呢，小的。就知道自己那点破事儿，哼！别嘀咕了。不过咱俩谁想完成自己的任务，前提是得活着找到想要找的人。鬼子肯定知道咱们没死啊。不抓住咱们，他们是不会死心的，因为咱们知道他们的秘密。你是说那支部队？他们害怕我们会把情报送出去。那是一定的。铁成，嗯，我托你个事儿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如果你死了，让我一定帮你找到你们的人，把情况告诉他们。你死不了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可我真的会拖累你，那儿咱们谁都跑不了。别跟我说这个，你是我兄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就是死，咱也得死在一起。不，咱不能死，至少有一个得活着。那伙鬼子还是我教的，要是叫他们混到根据地去，给部队造成损失，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，如果我死了，帮我给家里带个话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怎么开口就是死呀活的？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么想死啊？我跟你说，以后别在我面前提死字儿，再提的话，我可什么都不答应你了。没想到啊。我能有你这么个国军兄弟。是啊，我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八路军成为朋友。
哎，老乡，啊，等等啊，老乡，对不起啊，等一下，你好啊，老乡，我叫赵尚武，刚调到警卫队工作的，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啥情况？今天白天你有没有发现陌生人出现啊？我打早就在地里干活，别说陌生人，连熟人都没见一个。哦，哎，那你叫什么呀？家住哪里啊？哦，俺叫李志，家住吴家屯。啊，你到底有啥事儿啊？哦，一早你就出门了啊？连村里人都没有见过你吗？对啊，咋了？没啥。目前情况就这些。嗯，报告，进来。参谋长，政委。老赵，外围有什么线索？吴家屯有个叫李志的老乡，从早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有嫌疑。这个李志我认识啊，本本分分的农民，他会是潜伏的特务？编报的同志是被什么武器袭击的？他们身上没有遭受钝器袭击的痕迹，应该是被对方用拳脚致死。两个粗壮的汉子被人无声无息地放倒，这个人动作很麻利啊。嗯，二位首长，这里目前已经不安全了，我建议立刻更换司令部住址。怎么，一个突发事件就要转移司令部？那也太让我小瞧你们警卫营了，这要让那些特务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呀？怎么，就这点事情就难住你们了？赵尚武不是抓特务的高手吗？你就不想说两句啊？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。秋雪被捕，让于浩明深陷痛苦之中，那一声声凄惨的哀鸣如同利刃刺穿了他的心。多少次他不断在问自己，为什么没有将他营救出来。而牢顶山上的秘密兵营与日军 C 计划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？贾海天为何在吸引八路军总部首长的照片？昔日的战友张铁成是否成功脱离战俘营？这一切疑问都令他近乎到了窒息的边缘。不用管我，你先走，这样下去鬼子来了咱谁也跑不了。起来，我背你。铁城，少啰嗦。少佐，山上搜索小队发现敌人行踪。什么情况？前方发现逃跑的战俘，是两个人。重复，是两个人。若不能俘虏，就地击毙。重复，若不能俘虏，就地击毙。快速跟进。
快把我放下，别让我拖累你，放下我，兄弟，兄弟。你怎么样？我不行了。怎么了？铁城兄弟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你快走。不，我不会抛弃你的。你从来就没抛弃过我，是我心眼小，不想看见你这张老脸。快走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不，我说过我们都要活着出去。快走，别让我死得没有意义。让我去跟他谈。对，他们用尽了所有的手段，可秋雪他还是不招。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我想你一定知道他的弱点。对付这种女人，一定要抓住她的弱点。老师是想要我去软化她。不错，可是这些人是不讲个人情面的，对他们来说，组织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为了组织，他们可以去死。所以，我这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，在他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可你们曾经相爱过，也许他还在爱着你。我试试。不能进去。是川岛将军让我来的。滚，你这个汉奸。
我知道，在你眼中，我就是一个汉奸，是个叛徒。可是你知道，我当年为什么会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吗？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百合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绝望。中条山大战，国军几十万的部队，可是面对日军几万人，一夜之间，仗还没怎么打，就兵败如山倒。我也稀里糊涂的成了战俘。我心想，既然国民政府没有了希望，不过些自己的小日子总行了吧？就这样，我崩溃了，屈服了。用你们的话说，我当了汉奸。可是我并不后悔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做，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，至少可以少死一些人。呸！你也算中国军人，你根本就没有战斗下去的勇气。什么是勇气？我来告诉你，勇气来自动力。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，希望和绝望。如今的国民政府腐败不堪，根本就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我看不到任何希望，只有绝望。住嘴吧！我真觉得你很无耻。对，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无耻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“好死不如赖活”。活着是最重要的。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时的样子。你的父母死后，父亲把你领到了我家。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。我记得有一次你受人欺负，我就找上门去，把那个人给打了。为了这事儿，人家找上门来，父亲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，让我罚跪。你在一旁看着，哭了起来。我安慰你说，这没什么，我是你哥哥，会永远保护你。你还有脸说这些？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感到愧疚。其实有很多话我都想对你说，可是每次见了面，我却都说不出口。那个时候就知道喜欢和你一起玩耍，可是长大了我才知道，我们两家的父母曾经为我们指腹为婚。父亲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他不想违背承诺，只想让我们尽早完婚。可是我一直都把你当作自己的妹妹，从来就没有别的想法，所以我才拒绝了你。那是我第一次违背父亲的愿望。后来我出了国，遇到了百合。我知道你恨我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。于浩明为什么对他说这个？人的感情是软弱的，于浩明是想软化他。太君，这有用吗？试过才知道，这于浩明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？九姐，我对你是有愧的。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痛心。他们让我来劝你，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没有用，你也不会听我的，因为你跟我不一样，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。但他们跟我说了，如果你不投降的话就会杀了你。我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，
你还有机会活下去，因为我不想看着你去送死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如鸿毛。我为抵抗侵略而死，死得其所。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，但任何人昧着良心做事，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中国人要的是骨气，而不是苟且偷生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这个女八路是真不想活了。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人了。哎，于会长。哎，于会长。嗯。哎，于会长，我听说那个叫秋雪的地下党被抓起来了。是。难怪贾海天这两天那么神气呢，这回他可是拍着日本人的马屁了。让他拍去吧。对了，他借那些八路首长的照片到底做什么用，查清楚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我手下的那帮兄弟啊，一旦得到线索就会向我汇报的，我知道了也会马上通知你。可得盯紧点，我们可不能当聋子和瞎子。嗯，别到头来什么风光的事儿都让他抢了去，你我在皇军那儿就真成废人了。是，这个我心里有数。哎，于会长，晚上没事就一起喝酒去呗。不了，我还得回家陪太太。西谷兄，你都已经邀请我几次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带着弟兄们好好乐乐，算是我请客了。不是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怎么能让您于会长掏钱请客？就是请，也应该是我请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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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好，要不我就……那个，既然于会长这么关爱兄弟们，也不能驳了于会长的好意啊。那我就收下了，我代兄弟们谢谢您了。那我去了。好。听说你去过太原，接触过尖刀，这个代号叫尖刀的人究竟是谁？尖刀为了 C 计划一道长治，我们都要积极配合他，必要的时候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尖刀的安全。尖刀是谁啊？暂时不能告诉你，目前他的身份是最高机密。最高机密？尖刀表面的身份一定不会让鬼子轻易怀疑。难道？我是新民会会长于浩明，也是你的家人。鬼子为什么让他来审讯我？只是单纯想利用我和他的亲人关系软化我吗？或者？以我现在的身份，我也没脸见他。但是总有一天，我会勇敢地面对他老人家。暗杀行动前，他已经把我们识破，开枪的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。我暗杀他，他一直没有举报我。一个汉奸是不会这样做的。尖刀，他一定就是尖刀，他竟然是自己人。如果他就是尖刀，哪怕是付出生命，我也要保护他。
你认为于浩明对这个女人是什么心态？我觉得他对那个女人是有感情的。我还见过他对秋雪动手动脚的。太君，这些当初我跟您汇报过。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。今天他们的谈话，你有没有听出什么破绽？我觉得他的话里有所暗示。暗示？什么暗示？啊，这个我还没想明白。他们会不会是在故意演戏给咱们看？演戏？我也说不好，反正我觉得他们很默契。你说于浩明他会不会想办法去救秋雪？您还别说，真有这个可能。